古老的历史深处，藏着哪些未解的谜团？肯定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们普通人知道。熟悉的土地之下，古老的足迹遍布其间，还有哪些疑问等待着答案？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活几百岁，你这个秘密已经记录下来了吗？把大量的国家财物藏到了自己家里，该不会是……万一是偷出来的呢？我觉得藏经洞会跟军人有关系。可是藏经洞里边90%都是经书，什么样的军人会有那么多的经书呢？船员都是干这个的，他们不知道货物这样摆放会沉船吗？每当你想结束这个发掘的时候，它总是有重要的发现让你结束不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计划把地洞打开呢？兵马俑这么大的一个工程，但史书上竟然没有记载，难道是刻意隐瞒吗？比你刚刚说说的更重要，更伟大。沿着先人的足迹，我们寻访六大文明遗迹，穿过时空的迷雾，探索历史谜团。历史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。与文明凝神对望，探寻中华文明的闪耀时刻。